泰山，誓死保护燕山派。哼，到一边去。哎，若是遇到百花门的弟子，一不能乱看乱瞟。看上去。二不能胡言乱语。你如何这样看？我在看你身后岩壁上的那条蛇。三，避免争执打斗。来，打我！哎，来来，哎，多打我几下。看着我。四，不能损了门派的尊严。踹踹踹踹个头啊！踹！哇，好凶啊！顾大掌门，绑了。门派里的事儿不管，天天往百花门跑，眼里还有没有门规法度？你们也是。要去，早点回来呀！太好了，长官好。要去，一个一个去。你听见了吗？给你的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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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咚你个大头鬼啊！如此良辰美景，理应赋诗一首。美人，美景。天，好浪漫。张大哥，我练功了。花香四溢，醇厚无比，好像青丘刚刚沐浴过。我说的是酒。真霸气！尽快修炼这等邪功。看到了人生巅峰的形象。你师祖定了这么多条门规禁令，被你们这些徒孙给毁得一干二净。爱你三世伯。哼。打扰了。